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咧客人咧係 inbox 我哋咧，想揾一隻嘢咧係可以同妹妹止痕，因為好多時來香港都幾多女性咧有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陰道發炎啊，或者係有念珠菌發炎嘅問題噶。咁如果睇一次醫生咧，就真係好乸脷噶啦，就800蚊去到1200蚊都不等，仲要食抗生素啊，呢哔哩吧啦。咁其實原來我哋揾到咧瑞典有一個好正嘅產品啊，咁佢個嗰邊嘅好多婦科醫生啦、護士咧都 recommend 用嘅，就係呢一個咧係沙棘油同埋方九葉做嘅妹妹油，咁佢嘅成分咧係100% 是天然啦，咁佢可以咧舒缓啦，譬如我哋啊，譬如阴道啦、痕痒啦，有念珠菌咧，嗰、那个方九叶咧系可以杀念珠菌噶，同埋佢呢个产品系一物两用嘅，可以攞嚟冲凉，之余之后亦都可以最后冲完凉攞两泵攞嚟查翻嗰啲位置，因为其实如果你敏感咧就会好干啊，好鞋杂杂嘅，咁就唔系咁好啦。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咧可以做翻个保湿啦、抗氧化嘅。好多时坊间好多女仔就唔知道咧，就攞咗冲凉支冲凉液攞嚟冲凉嘅。冲凉液咧其实咧就系碱性嘅，但系妹妹嘅位置咧系用弱酸性嘅产品，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咧我哋测试咗咧佢个 pH 值咧系弱酸性，所以系非常之适合咧妹妹使用嘅，咁就可以咧。另外有时咧手踭啦或者系膝头哥比较黑或者干咧，都可以攞嚟搽做嚟做保养啦，可以滋润翻呢啲位置，同埋咧做翻个美白嘅效果咧非常之好噶，咁就系一物两用。又可以慳翻睇醫生嘅錢，又可以咧做翻一個咧係保護啦妹妹個 pH 值啦。